情侣周末？那你这是两对情侣四个人之间的特别活动，非常有趣哦，听上去不错，我们有空。曾老师，要不你一起去？不，我太忙了，一点时间都没有，太遗憾了。哦，不遗憾，本来也没有他的位置。那就说定了，明天晚上7点在3602，只有我们四个人，不见不散。这个情侣周末你们确定要去？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自从悠悠和关谷好上并且搬到一个套间里，他们俩就成为咱们几个之中唯一一对可以享受房租减半、水电全免待遇的人。正所谓酒足私淫欲，吃饱没事干，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名叫情侣周末的四人约会，来满足他们找乐子的目的，俗称过家家。可他们的活动只有一个问题。一起逆上戏，一拉西亚马赛，情侣周末场场笑死，开始啦！让你有窒息的感觉。太有意思了！你说以后你们俩有了孩子，我们也有了孩子，还会在一起吗？他说什么呢？你们也喜欢这个玩笑吗？来，吃点寿司，多吃一点，不要客气。哎呀，别客气嘛，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啊。哦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以后两家人多走动，孩子的课余生活就会很丰富啊。1、3、5跟着关谷学画画，2、4、6跟着逸飞学武术，周日放风。大人们还要接着办情侣周末嘛，这是爱情公寓的传统，有木有啊？有木有？5、6、4，号码白系统，我的牌勾大马。哇哦！关谷，我们还有事情，就先走了。别，这又不是斗地主，这是新玩法，很简单的。不了，这么高深的规则，以子乔的智商，他肯定理解不了。不这样，多给他几天时间，让他好好研究一下。别，我们不打牌了，我们去上卡拉 OK 吧。去 K 房，三分天注定，下分靠大家，爱家爱娇，哎呀！他们太好了，可是我们真的有事情，我快吐了。我也是。还没切蛋糕呢，下一局。我以为他们已经放弃这个活动了，可关键时候你们又回来了，哈哈，悲剧啊！这活动内容真有那么糟糕吗？最糟糕的不是内容，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内容有多糟糕。我觉得活动不够融洽，完全是因为曾老师和逸飞、子乔和美嘉不是真正的情侣，所以他们完全无法像我们这么默契。如果你们是真正的情侣，欢迎参加我们的私人情侣周末，你们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乐。哦，耶！不见！大贤，我都调了好几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见得变成固体啊？姑奶奶，你得让它发酵啊。你放酵母了吗？酵母？那不是郭敬明吗？姐，有早饭吗？我想喝巧克力奶。我帮你拿。只有这个。那有饼干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帮你拿。不想吃这个。知足吧，早餐还想吃什么？奶油蛋糕吗？我刚才瞄到冰箱里有3打鸡蛋和奶油。那个是我囤起来支援灾区的。姐，你别给我开派对，而且你根本就不会做蛋糕。我没有。哎，他做不出来的，他连发酵都不知道。我没有。别那么大声。我